一碗破面条啊！行，那我就用这碗破面条敬你撒谎不打草稿。 就这么点路，走那么长时间，你干嘛去了？你有事啊？你忘性倒挺大呀！泼完我红酒就当没事了是吗？那你想怎么样？你不会是来给欧阳送饭的吧？哎，你想勾搭上欧阳，最起码也得用点心吧？大街上随随便便买的破烂，就想让他买你的账。 他吃过你几次大排档，你就真当他的肠胃跟你一样廉价吗？哎，我跟你说话，你看哪儿呢？别怪我没警告你，离欧阳远点儿。哎，忘了告诉你了，黎明雅现在是我秘书，我得赶紧问问她到哪儿，她必须得赶在黎薇薇到之前给我回来。 林美雅怎么不接电话呀？看什么呢，薇薇？啊，没看什么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黎薇薇小姐，这些饭菜都是欧阳他自己亲自挑选的。如果你觉得欧总的肠胃很廉价，麻烦你自己去跟他说，不要扯上我。还有，现在我是欧阳的秘书，这是我的工作时间，抱歉。 秘书，那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秘书都给他买什么了。一碗破面条啊！行，那我就用这碗破面条敬你撒谎不打草稿。你今天怎么这么怂啊？为什么不敢还手啊？是不是被我说中了？我看看这都是什么呀？啊，瞎搅，我让你瞎搅和。 就是不敢还手，我就是勾引欧阳了，我勾引他了，怎么了？我勾引他了，我跟他在一起了，你有意见吗？你这个贱女人，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你承认了，你勾引欧阳了，你这个贱女人，小三，臭小三，你这个臭小三，小三，你这个臭小三！你们来，你们来！ 你在干什么？哥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个贱女人承认她勾引欧阳了，还说她跟欧阳好上了。闭嘴！走，离开这儿。哥，你怎么老帮她呀？你忘了她泼我红酒了？黎薇薇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丢人现眼！